欢迎来到三多优素店主教堂和巴斯托兰，也被称为野生耶稣布教堂或者教堂教堂，这是三多龙地座天主教堂也是创造最古老的教堂。这个教堂位于三多龙石同三多龙前人格尔西多鲁斯十号，在乡镇省这座教堂是三波浪中教区，是耶稣布教区的一部分。这座教堂是由荷兰建筑师 W.I. 潘伯格设计的，建于1870年至1895年前，耗资11万荷兰盾，以满足三波浪不断增长的天主教徒人口的需求。教堂具有鲜明的性格的是建筑风格，高尚的坚定和美丽的彩色玻璃窗。圣伯隆山的耶稣教堂有自由记而有记的历史。在荷兰殖民时期，这座教堂被用作荷兰总台正有的礼拜的地方。一年多以后，这座教堂被用作圣伯隆天主教都的礼拜地方。三波隆山的耶稣教堂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，就是有一个大理石制成的祭坛，并备有玫瑰是经历过世的布条。祭坛还有一个家具办公室、图书馆和会议室，用于各种社会和宗教活动。目前三多耶稣教堂仍然是一个天主教礼拜地方，为基础在三波隆不前的天主教都不武教堂，在星期六下午5:30和星期日早上7:00还是9:00和下午10:30开放礼拜，有时也由从整为套圣耶稣布教堂的宗教旅游访问。教堂建筑更容纳800万平米披露，但是易跑场安全。这座教堂也经常被用作观众金主法堂和其他宗教金主法堂的场所，例如复活节和圣诞节金主法堂。作为圣耶稣布教堂已是三波隆人们的历史旅游景点，许多游客来到这座教堂，人生其中的建筑和装饰艺术。